好的，那么比赛开始，地图是大都会。好，现在开始第二场的这个比赛。刚才那把呢，我回忆了一下，前期还是我觉得可能还是我亏了一点啊，因为对方的压力还是让我出了很多的狗，然后我狗也没有赚到很大，然后对方又打出，也没有占到很大的便宜。不过中期的时候，对方的蓝红火车配合枪兵。没有取得什么有效的压制效果，反正让我把农民补满，三基地开始高攻防的和自爆，那样的话，人都就很难打了，因为他的组合枪兵坦克的话，对狗和自爆应该来讲没有什么太大的优势，而且我一旦有飞龙之后，机动性方面他实在是受到了很大的牵制，而且我的狗如果去他家，他是没有他是没有什么好办法来应对的。虽然说他家的建筑学很科学啊，一大堆建筑把门口堵死了，但是仍然，你不可能把二矿那么大的地形全堵死。我找到一个空当，把狗拉了进去，对方就经济就非常受到非常大的打击。好，那么我们回到这局，这局是我最熟悉的一张地图，大都会啊，大都会这张地图 CVT 的节奏非常快，因为点位之间实在是太近了，总是有一些。很多战术都是可以很快的这个就解决了。好，一个农民继续上路，对方好，对方农民好在巡逻，不让我开矿，那我就赶紧建造水池。行，对方巡逻累了，知道我这边水池也造下了，他也没必要再干扰我了，他知道我水池造下了。好，对方是个双兵压制开局。应该来说呢，这个双兵压制的开局比这个最好的应对方法肯定是双放开。你那个先血池的话肯定不好，毕竟他是个压制，而且他退回去，他进了攻缩的手，他没有什么太大的压力，而你呢压力比较大，所以。它的压制最好的情况，你还是能双开。但现在的话呢，我已经不能双开了，因为我这个基地被挡了一下，不能双开了。这样的话，相对来讲我就有点辛苦应对这个 rush，前期的这个压制，相对而言更辛苦一点。我现在再派出一个农民，为什么呢？我想去看看对方到底是有没有那么急的。啊，对方一个枪兵在巡逻，他没有及时压制我，而是在自己家附近巡逻。高地上还有枪兵在进攻我，对方还是很早的派出了枪兵的一个压制。不过对方因为没有开科技，所以我也没有必要提科技，就是我就慢慢打。好，我这只八条狗呢，可以去小试牛刀，看看对方有没有在我家。给你做什么？哇，这么多呀！看这个，就是像双兵枪兵的压力，这威力很多。而且，这个地图有一这个位对点位对他来讲，对这双兵压制来讲是太有利了。而且，你无法知道对方是不是在拉农民，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。就是我不知道他拉没拉农民来抓鼠。如果能知道他是不是拉农民的话，还好一点。我知道我该不该拉农民什么的。但我现在就是不知道对方是不是拉农民，他可能直接压制，也可能拉农民压制，还有可能他不压制，他回家开矿去了。但是这个你没有办法知道，所以你前期的话，你还是哦，对方开，实际上对方开矿去了，啊，没有压制。
我这个地堡呢，我就不取消了，因为我觉得地堡还是有点用的。这个地堡已经好了，我现在如果强冲呢，嗯，当然是不失为一个选择，但是好像不一定能止，看看看看能不能直接忍耐。没有什么希望，没有什么希望解决地方，不强冲。这个就是这样的，前期我造这么多狗，但是你不要看我造这么多狗，但是这些狗是必须造的，你不造对方枪兵一压制你就死了，就死了，就没有什么，没有什么可选的。只要你狗稍微少一点，对方枪兵直接 A 过来，这是星际二的一个特点。枪兵打狗很难平，你不可能等蟑螂出来再去守这一波，所以说这个对方的这个选择是比较明智的。就是他可以轻轻松松的开个防御，他可以在地堡防守，而你不行，你没有你必须得出大量的狗。OK。好，刚才发生了一些意外啊。就是说这个选择上呢，重组没有什么太好的这个选择啊，必须得这样。虽然说现在看起来重组是比较吃亏了一点，但是没办法，因为你也没有什么好的选择。